慢着，谁呀？这可不能瞎晃的。太史子胥，受文殊将军所托，有要事通报。博生将军不在，是玉水那位一人杀光妖魔的英雄啊！是我有眼无珠，失礼了。前日蔡阳附近出现贼寇，将军正外出巡查，应当在南方的树林附近。明白，多谢兄弟。 对了，听文殊将军转述，蔡阳这儿似乎有些谣言。你们晓得什么状况吗？估计是圣公将军登基一事吧。他自个儿称帝，又不见赏赐，弟兄们多少不服。是啊，大家还是更喜欢博生将军。就是博生将军自己，好似没什么打算。这些话听说也传到了圣公将军那儿。以他的个性。 谣言感觉比想象中的还危险。这次召陆灵军回到玉水，该不会也是计谋？以此为由探听各方意向，这一招心思很深呐。那可得提醒博生将军。他没问题的。 才一阵子没见太史兄弟，身边竟就跟着一位美人了，怎么有空来咱们蔡阳这小地方？文殊托我来通知你，要记得到玉水祝贺圣公将军登基，也听闻蔡阳近日不太安稳，特来提醒。<笑>又是文殊多虑了吧？我至今和他不同，不太在意流言耳语，无怪他会担心。 你回去和他说，我刘博生自有办法。博生将军，当心！有状况！谁派你来的？你，博生将军伤势不浅，要不先回蔡阳治疗吧。 这人是当初在陆灵山遇见的士兵。博生，我曾在陆灵山见过此人，他是圣公将军麾下士兵。哎，我明白了，这事儿就到此为止吧。事关重大，或许陆灵军遭人渗透，为何不继续追究？总是会有这种事儿。 无论如何，我自有打算。若有什么事，我们可以帮上将军的。不如再助我一次吧。博生，但说便是。替我到玉水去，提醒下刘季那小子，请他好好处理送给圣公的贺礼，也和他说下刺客的事情，要他多留一点。没问题。 告辞。博生将军为何要袒护刺客？若他真是圣公将军遣来的人，那不就糟了？但要只是那刺客故意为之，
贸然行动反而坏事。刺客受了王莽军的收买，也不无可能。要这么说，不就更应该查得彻底？或许博生将军自有打算吧。小鬼们，大王怎么了？别妄加揣测管不着的事情。哎，说的是，但毕竟文殊、博生二人曾助我良多，多少还是会担心呢。您是那位文殊将军带来的英雄，我真的没辙了，您可得帮帮忙。瞧你一脸慌张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近来在通往昆阳那带遇上莽贼的士兵，但那装备不如寻常，只怕是李军的斥候。这可是大事，为何不禀报将军？哎呀，能说我当然会说，只是圣宫将军为了登基大典，无暇留心军务，可他也不允许咱们向文殊将军报告，说这是逾矩。这种要事都还计较？话可别乱说。这事，我们该怎么帮你？我眼下也不好擅离岗位，直接逮住那家伙。您深受将军们信赖，又有本事，不知能否请您搭把手？既然是李军斥候，事不敢轻忽，这事就交给我们。您愿意帮忙真是太好了。我前次发现他是在通往昆阳的树林里，他行踪不定，但似乎都徘徊在那一带，难保不会有其他埋伏，还请您务必小心行事。放心吧，我们会好好处理。子胥，记得你去蔡阳找博生将军了，事情如何？博生说，请你准备进献给圣宫将军的贺礼，然后调查一下军中有无生人混入。贺礼没问题，但调查军中是为了……我们在蔡阳遇上刺客。什么？那人似乎来自圣宫将军麾下，绿林军可能已遭渗透，只是人都死了。博生似乎也无意追究。这事严重得很，
怎能不追究？将军不查，是担心惊扰圣宫将军。这事儿由我来办。有什么我们能帮上忙的地方吗？这事儿你们不好处理，我来便行。不过若有空闲，不知能否助我处理送给圣宫将军的贺礼？没问题，你便说吧。我日前找了将军的厨师陈瑟帮忙，要他替咱们做些料理送去。贺礼就是送料理？是啊，圣宫将军素来爱吃山珍海味，我看陈瑟正日在河边苦恼该如何搜罗食材，就请你们搭把手了。调查有个结果后再告诉你们状况。嗯，有劳你了。没想到要送给将军的是料理，不晓得会是什么菜色啊。要进献给将军，肯定不会太马虎的，说不准还有什么特殊的食材。哎，等等，别做傻事啊。我只是想抓个鱼而已，吓着你们了。三位是？啊，我们受刘将军所托来替你张罗食材，有什么需要的就告诉我们，别再自己跳进河里了。哎，我还想着别给将军添麻烦，没想到他直接请人来了。哎，我呀光是处理肉类就忙昏头了，可否替我采回上头的野菜？嗯，交给我们吧。温酒、葵菜、紫姜都是些常见的野菜，也许村外便有。嗯，赶紧采完带回去给他吧。如果帮了那个厨师，我们应当也能尝上几口吧。哦，但是阿兄可要好好记得那味道。会的，到时候一展手艺做给仙儿吃。小鬼也懂料理？嗯，坐下去就懂了。这我可不敢吃。陈兄，都带回来了。啊，多谢你们。哎，这些东西加进去，料理才算完成。陈兄做的是什么呀？可真香。腐制羔羊，用的呀可是周礼古法，先微烤，后用大釜炖煮。不多说，待会儿请你们吃上几口。试试。哎，这可真好喝，羔羊肉也炖得恰到好处，真是厉害。太好了太好了，这样一来啊，肯定就能进献给圣上了。哎，狗儿看起来也想吃呢。这小毛头就爱吃我煮的肉羹，回头再给他吃些。我把肉羹带到圣上府邸，咱们就在那儿碰头吧。那肉羹可真是好吃，口齿留香。刘将军的眼光挺不错的，找到陈兄做厨子，圣宫将军肯定会喜欢。看阿兄在那吃得津津有味的。你们和刘将军真是我的大贵人呐。方才我可被圣上封了中郎将呢。这肉羹竟好吃到让你做了官？哎呀，是啊，真是吓了我一跳。只是圣上又出了个难题给我，若你们能再帮帮我，那就太好了。他要你做什么？小兄弟可有听过山王骨肉汤？未曾。那既是羹汤也是药膳，其中最精华的在于山王，
也就是狼妖。狼妖入菜，能吃吗？哎呀，那可好吃了！人们以为精怪之肉坚韧难食，其实啊，是用错了方法。那么，这次就是要帮你猎头狼妖来了？是啊，毕竟危险，我也不会白白亏待你们的。方才圣上的赏钱肯定分些给你们。好，你就在这儿等我们吧。这次还要求一道特殊的药膳，圣宫将军估计是真的挑嘴。山王骨肉汤，我也没听说过。吉鹏大王吃过精怪的肉吗？啊，本大王才不吃那类小妖，吃了肯定会闹肚子。你们动作可真是快呀、啊！你要的狼肉狼骨，拿去吧。多亏了刘将军的食谱，等结束后可得好好向他致谢。不如你们先到刘将军那儿等我吧，让你们在这儿枯等也不好。确实可以呢，我们也还有点事情要问问他。嗯，就这么办。陈兄，赶紧进去做菜吧，免得圣宫将军生气了。得好好处理，刘将军。抱歉，在想些事情，没发现你们。刺客一事，调查的还顺利吗？有个底了。这事情我会替博生将军办好。倒是陈瑟那儿，将军，将军，多亏了你的食谱，我呀又被封为骑都尉了。圣上说，日后的膳食都由我主责。那真是太好了，我正巧有些事要请你帮忙。行，我陈瑟这条命就献给绿林军了。我先和子虚谈完，请你稍等了。圣宫将军真那么喜欢陈瑟的菜呀？谁知道，至少这么做，咱们和圣宫将军的关系也能拉近一些，这样事情就好办了。确实是如此。子虚，可否最后再麻烦你一事？我听闻圣宫将军也喜爱先知熬制的汤品，打算让陈瑟试试，搜集完后直接到灶房给他变形。没问题，这次可以让我们也喝上几碗了吧。这事无妨，我会再和他说的，就麻烦你了。真没想到陈兄就这样平步青云了。哼，圣宫将军就只对我们苛刻。下次就学到了，有求于圣宫将军，先送他一锅肉羹，一锅不够就送他两锅。
那也得要肉羹做得好吃才行。香儿，先别过去。不行，死了。他的死状不太对劲，得好好查一下。羹汤的味道感觉并无问题。只是野狗嘴边确实沾着羹汤。陈兄这一次也给了狗儿吃？看来是的。这些药草虽有疗效，但若用量不对就会是剧毒。陈兄与野菜药草不熟，恐怕是加了进去。是羹汤的食谱，看来也是刘季给的。药草的用量确实过多，他只是照着做了而已。陈兄怕是去告发刘将军了，我们赶紧走。哎呦，疼疼疼疼！哎呀，真是，也不轻点力，就这样把人甩的。赶紧走啊！刘季被抓，得快些和博生兄说。要是牵连他们两兄弟，那可就糟糕了。刘将军他会怎么样？只怕是凶多吉少了。以下犯上，绝不可能安然无恙。臣色已供出他，圣公将军肯定不会轻言放过。要是牵连到文说和博生，只能相信博生有办法化解了。那还能怎么化解呢？博生，大事不好！哎，太史兄弟，怎如此着急？是刘季，他想谋害圣公将军，事迹败露给捉了。哎，这天还是到了呀。趁着圣公将军还未追究，不如先逃吧，和文叔碰头。这么做，不就反而落人口实了吗？太史兄弟，这事儿既然发生了，我刘伯生就是得扛下来呀。想想，是我治军无方，没发觉兄弟们不开心。博生，大局为重，绿林军不能少了你。严重了，太史兄弟，成事不为我一人，领军打仗更不是非我不可。但要想劝圣公饶过刘季，那可能真得由我出马才行了。话虽如此，哎呀，你也真是固执透顶。我与圣公共事良久，他的脾性我怎么不知？这，此事我来处理即可。抱歉呐，琐事甚多，拖延了你，多谢你这一路的帮忙。哎，博生兄别这么说，你与文叔才是助我良多，还请你要特别当心。哈，这是当然。告辞。
早霞扬，中浪江，兰阳尉，七都尉，兰阳头，千户侯，万户侯，关内侯。聊啊，我也想和阿夫一起去打猎。嗨，要不要来玩猜谜啊？可我们不会在这儿待太久呢。只是猜个谜，又不会花多少时间。如果你答对了，我就把我发现的宝藏位置告诉你。好吧，你想让我猜什么？那就猜猜，这大院里总共有几只鸡？我猜有六只。猜错了，可惜，看来你是与宝藏无缘了。这孩子就是调皮，数完院子里的鸡也不会对，他还藏了一只在家里呢。你要开始猜了吗？我猜有七只。你确定吗？确定。确定可就不能改喽。确定。
这都被你蒙对了，我还特地藏起一只呢。没事儿，就是陪你玩玩，宝藏你自个儿留着吧。这可不行，君子言出必行。宝藏就藏在镇外林子里，是我自己找到的哦。那就多谢小君子的馈赠了。若真是李军斥候，向河关恐怕免不了一番苦战。嗯，李军估计已镇守在关内，要能从他口中问出些事，也能助文书一臂之力。谅他有千军万马，杀过去便是了。看来我们很接近了。如果你心胆大，就放心走。躲在附近而已。不像是寻常的痕迹，那有声音。哼，有状况，抓住他。看来是昆阳这带的地图，连驻守的位置都标明，调查的可真仔细。还好我们拦下来了。这打叉的地方不知有何蹊跷，看起来就在这附近，去探探。嗯，就这么办。有状况。推车上的东西有些眼熟啊。大王，你见过？嗯，估计是红石，过去只有西域可以见到，没想到这儿也有。我倒是从未在西域听闻过，小辈怎能不知，那可是能强化机关的好东西。那不就糟了，可不能让他落入李军手里。是谁？拦下他们，保护红石，别让他们跑。呀！别动！他们方才拼了命保护他，
这石头真这么稀奇？这东西本大王几百年前就用过了，只要嵌在机关上便能射出强烈的光束攻击敌人。当真这么厉害？哈，本大王可曾说过假话？那也能装在我的机关人身上吗？这招式若有了差池，只怕会毁掉机关人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这样啊，大王神通广大，定有办法的。比如说，也许能稍微减低他的强度。我想香儿应当有能力掌握的。以本大王的能力，是可以稍微处理一下。这个嘛，没问题，就交给本大王。谢谢大王。你们等会儿，我来处理这石头。如何？一切都还好吧？没事，我们解决了那池猴，然后拿到了地图。这上头调查出的东西可多了。幸好你们帮了忙，竟连这些地方都被调查了。我想，还是得多加注意才是。啊，一点薄礼，不成敬意。我会马上通报圣宫将军的，多谢你们。接下来就麻烦杰鹏大王了。好了，来让本大王看看。啊，哎，小丫头，怎么了？大王，可否直接教我和阿兄怎么做啊？我想和阿兄一块试试。丫头倒还行，这曾经弄坏机关的小鬼嘛。大王，那可都是意外，我也深刻反省。这可是香儿的机关手臂，我不会弄坏的。好吧，你俩靠近点儿。太好了。本大王的教导可是很严厉的，仔细听了啊。大王，红姐姐，瞧，做得还挺好的吧？嗯，看起来确实是有模有样。啊，做得不错。机关术博大精深，可别这样就自满了，还有的学呢，赶紧收好它吧。有了这红石，我肯定什么都不怕。阿兄，看招！仙儿，等等，很危险的。哎，丫头，你冷静点儿。有状况。
阿兄，守平的那些妖魔，为什么文殊将军不帮忙赶走呢？这个嘛，香儿，记得以前和你说过的相濡以沫的故事吗？记得，两条鱼儿被困在干涸的池里，为了活下去，只能相濡以沫。如果文殊将军帮忙了，就像是那两条鱼儿，解决了当下的危难。可真正的问题所在，其实是池水。因为池水干涸，才使得鱼儿必须如此艰难地活着。相濡以沫的精神固然动人，但若不从根本解决，就是坐以待毙。世道也是如此。不能只是为了眼前的困难疲于奔命，而要看得更远。我还以为这个故事讲的是要顺应本性而生。一个故事，本就可以有数种解释啊。抱歉，来得迟了。不会，时候正好，关口已破。咱们进去吧。